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近期发生了一点不大理想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我是一拖再拖，一拖再拖，哇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们现在先到鱼塘去看一下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走。你是做甚呢？啊？买了甚呢？肉食。狗吃的。鸭脖架。鸡架。哎呀，表弟，怎么搞嘞？来了几趟了？我反正不知道怎么搞了，我也不想做了。他可能是太顽皮了。来，你看炒饭想放出来吓表弟，哎呀，太坏了我。来了好几回了，上一回第一回来的时候是下深圳之前，我卫星拍到这里了，改变土地性质。然后现在我说我回来给你打电话，一个星期我回来不知道怎么开口，不舍得拆，不想。然后再过了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，我那天刚好在哪里吗？我说等一下打给你，实在没办法，队长，我打不了，我不是打电话该怎么讲？昨天直接就来了，昨天又来了，已经三番五次来几回了，你说我这么犟有意思不呢？应该那个，不应该打。这个坡是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坡，上面一拍就拍到那个坡是水泥，然后昨天他说了，那天你搭的那个架子就先搭在那里先，不拆的，不理的，那边全拆了，那边全部被拆掉了，一句话不跟你讲，直接拆掉了。什么时候来？从我们跑步过去那一边开始，所有的你看到还有没有？这是最后一个，先来了。让他们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就行了。忧伤了。我的心慌乱。说开始吧，是不知道。这是公斤秤还是斤秤？斤秤，三斤一两。怎么才三斤呢？三斤一两，三斤一两。哎呀，三斤多。你看，连这些鸭都没有个地方待了。有啊，还是待在这里啊，只是说没有这个棚而已。是说这个。硬化那里跟这个棚，没说不让你干，这样我们自己欠，非要把那里硬化，是为了怕下雨它黄的。其实也，
菜容易建起来难，你知道吧？费多少心思建，你知道吧？费了多少心思？一砖一瓦都是自己搞的。嗯。行了，这两天看一下吧。就是没有这个棚，就不能有这个棚就对了，其他的不管，你爱怎么搞怎么搞，还是一样。别忧伤，我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，从三月份拖到现在。只能变成花海了，这个地方以后你只能变成花海了，没了，没得选择了，菜地跟花海，玉米地、菜地跟花海。你可以改变一下，对吧？以后开始种菜了，什么一边养两只鸭，一边种菜。性质没变，没棚了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讲，我们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就行，对吧？开始确实是无知，无畏，无知者无畏。咱们也响应一下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咱们也是变化，变着来就行了。啊，你种点花花草草、菜菜、鸡鸡、鸭鸭、鹅鹅，照样吃，照样喝，班车位置又不变。哎。确实有点小忧伤，干得那么辛苦。行了，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不想说了。